南投溪田乡发生火烧山，啊，这大火拖了车径，搁要挖进学校，这溪田高中今仔日准备停课。来看到高雄公山有一个阿麦田牧场，啊，原来是大火烧，啊，是烧到臭味哦，啊，这臭味传去家乡，原来好难罚500万。日本决定要将这福岛县一区的县废水套玻璃后排大海，原来引起反弹。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四月十三公司中道新闻，我是柯雅文。先开始来看火烧消息，南投溪底啊，一个林班地，昨下晡发生大火烧，风头火炭了真紧，啊 ，AM 哥主本收到附近的这溪底啊，高中遐啊，学校是赶紧通知讲，转好六个班时来停课。南投林管处来估计，即马已经烧11公顷，而且这空气直升机有闹去空中压水，即马也搁在发火。山坡顶清楚阵阵的浓烟，远远一看到敢那参像火山爆发。南投溪伫高中后壁林班地，在二号下晡清楚大火，伫风势助长之下，暗时已经延烧到校园的后壁。先下撤，这没办法。现场竟然爆起水线，一面来开辟防火线，火势方向转往山顶。不过为了学生的安全，校园宣布全校六个班级113位学生13号同日来停课。教职员只是伫学校来待命，避免学生哈因为好奇，然后呢可能发生一些意外，可能火势真的完全熄灭后，我们会做环境的一个整理跟检视。13号上午，空气直升机也出动，为着要探出水前往现场来灌救，地面也出动人员进行地毯式的扑救。不过火点伤过多，现场人员要救也是相当困难。防卫，注意火势。第一架次的空天呢，也来协助空投这个灭火。那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同空投了13架次，所以呢，目前的在火的明火方面呢，已经明显的被压制了。南投林管处表示，现场延烧超过11公顷，因为地势真惊，有的所在人员无法度到位，消防人员以防火线来控制延烧的范围，搁在进行小范围的扑救。目前搁在进行当中，在南投信义双龙部落，边仔落水溪火花，12号暗时啊嘛窜出大火。警消用人工拍火的方式，火势一度受到控制，不过算是13号凌晨又烧起来。刚才发生的地点主要是伫河岸地，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记者南投采访报道。高雄公山一间这废弃物掩埋的停车站嘛发生大火烧，草皮是影响到红山、林务、南麻溪、啊大社、燕巢这的11个行政区。啊，不过环保局面试顶关第一个时间是写讲，现场监控空气品质无发现讲有啥物无正常，有哪引起民众怨叹。火焰四起，台公山这位粪扫掩埋场12号暗时火警，消防队出动29个人，暗时9点控制火势，但塑胶臭味却一路为下方处吹。第一个冲击的是燕巢区，暗时9点到11点左右，在23公里外的红山嘛，闻到臭味，林务、南麻溪、大社等等的11个区域拢受到影响。哦，非常臭，又非常恶心，好、哦、是真的是垃圾山、垃圾烧起来的塑胶味。是有点恶心啊，真的非常恶心。瓦斯有开火或是什么，结果他们说全部外面都有听，就有闻到这个塑胶味，大家都在闻，一直在打电话。民众讲这味亲像塑胶，佮亲像瓦斯的臭味，有人闻了想要吐，有人烦恼是气体漏泄，惊佮再一届是气爆，规条街的人拢在找源头伫倒位。手持式的这个无用气体仪器，跟所谓的 FID 仪器做现场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监测，那是都没有测到这个所谓异常的化学物质。环保局表示，空污小组第一时间用机器在事故点进行100公尺，还有下方2公里的所在监测，无污染物也是异常的物质。空品的测站也显示空气是普通，不过这个讲法引起民怨，有人质疑味这么臭，哪有可能空品是普通？爱环保局唔通活在另外一个高雄市。环保局回应，其他下方处另外用钢瓶来采用，送予检测公司来分析，等咧等待结果。目前嘛，先以空污法来罚业者500万。记者王刘婷、陈庆坤共同报道。
咱台湾即马当拄着大看花，有哪号台南有名或高圣地赤山林湖岩的湖光拢大了了，内底这鱼啊虾啊嘛差不多拢是翘翘咯。另外再配合这台南铁路的下滑的工线的施工，有哪些行政区即马是停水44点钟。放眼看去，绿水的湖水搭配百年的老庙，清幽的环境，让这间老庙香气不断。台南六家赤山林路岩商团是民调地产军陈英华所起，大约有300多年的历史。但是近期因为旱灾，嘛让庙外口广达10公顷的湖拢看到底，土壤嘛因为无水逼开，鱼啊甲虾啊是拢死亡。香客讲从来无看过这款的景象。真少真少，那像安尼遮大啦，迄阵拢小块尾啊，还佫剩小块水啊，即个整大家底拢含草拢发出来啊。有啊，即几块仔是水规片的，拢甜满满的，在顶的。前个礼拜有啊。啊，这个礼拜都没有了。没有。他们说希望说赶快，赶快拜拜，讲已经落水落雨啊，是啊。哦，大家话就破杀咯。旱灾无水，予人头疼。但是还未实施限水的台南市区，是因为配合南铁地下化、管线改迁的施工，包括林德东西区、南区、东区四个行政区，13号上午9点开始停水，影响大约23000多户。小姐真有名的店家嘛，提早受带来营运。也有人因为近期旱灾的威胁，是有意识先欠水来备用。水卡的水今天还可以撑。对，真的下午就没有了。啊，那下午就没有了。对，可能到下午就要打烊了。对，就是擦桌子啊，洗一些器皿这样子啊。哦。这里要撑2天吗？对。自来水公司嘛设置15个免费的临时储水点，不管是天公伯无落雨，还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无水的生活对民众影响是真大，嘛是爱呼吁欠水的时刻，民众爱加节约用水。记者郑云南报道。嘛，因为欠水，为着厦门水库阿姆坪码头对岸金宝岛的民众有哪受到影响？因为水位一直下降，船啊无法度来靠岸，过两天啊，这水路可能都无法度行了，都爱坐山头，爱开长一时间。已经有民众对水库打起的涂卡顶管写 SOS。国内欠水，厦门水库的水位也一直下。昨日暗11点上新的统计，厦门水库水量只敢剩30%。那影响民生用水，阿姆坪码头对岸金宝岛的居民也受影响。普通时出入拢靠坐船，即马因为土沙变多，强要无法度坐船登去。国加落去了，这都袂当过啊，拢袂当过啊。可能再2天吧，再2天就没办法清了。啊，没办法清，船没办法过，都是泥巴。他们中午打算从后山走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所以时间差很多，不然这边过去差不多5分钟就到了。船后的工位客掉会无法度扩化，金宝岛的居民若要转去，行水路只要5分钟，到时水路若未通，行山路就要加开30分钟到1点钟。当地居民用冰拖机，伫咧水库下骹的坑底啊，画 SOS 三个大字，希望起户到三工。我要回家的路，总是要给我们回家的路。不要说我是赤统公民或怎样，你们市府里面都不知道说我们这边还有十几户的人家。伫遮10几户的居民，交通、食物、水源、补给拢出问题，真侪人只好先搬出去。我打算明天就走了。我可能要出去住对吧？对啊。要住住啊？囡仔呀。怪手逐工清，游人赶袂赴，水提速度。居民批评讲，市府伫咧3年前为着要吸引游客，不起一条观光便桥，严格即马却连一条予居民转去的便桥拢无。希望市府伫咧靠水期会当设一条便桥，互因有一条会当转去的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日本政府的一项正式的决定，就是因要将这福岛第一核电厂所产生的这核废水透过爆裂后排入去大海。日本福岛的民众甲渔民拢强烈反对。咱的原联会对这决定有哪表示遗憾，嘛已经向日本表达反对。下早8点，伫日本总理大臣官邸举行的这场阁僚会议，正式决定要把福岛第一核电厂含川放射性废水排入大海。废水会从透荷堡到日本国家标准的1/40，甲世界卫生组织应用最标准的1/7浓度。原联会之前已经交付反对海洋排放的批予日本，对这个决定表示遗憾。
先前我们原能会就表达过反对的立场，那基于今天日本阁僚会议已经正式做成决定，然后我们原能会表达遗憾。日本政府在正式宣布之前，福岛当地渔民和居民都已经强烈表达反对，有日本民众甚至前一天就来到总理大臣官邸外口来抗议。日本だけの問題ではなく、巡り巡って全世界全部汚し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るので、もうこれは子どもたちに。韩川的废水估计两年了后来排放，但排放的深度、季节等等拢还未说明。委员会表示，现阶段阁正歹评估流到台湾附近海域的时间，但过去捌评估过，那放射性废水为福岛自然排放，大约七年到八年的接近台湾，目前已经离台湾沿近海甲周边的海域建立33个监测点。一些比较近海跟远洋的部分呢，我们也会根据也许是这个渔场啦，或者说这个重要的这个环流的这个途径里面，都会设这个取样点。日本政府的决定嘛，引发国内外环保团体批评和抗议。委员会表示，那日本无顾着邻国的反对来排放，希望日本会当做好，包括公布在台湾附近公海内底海水甲海生物放射性活动的变化，嘛在两年排放准备的期间，提供官方对当天执行方案的审查进度甲结果。记者林王兴中综合报道。来看到注意疫苗的消息，张武国内管治首长带头来注射 A D 的疫苗，过了一天啊，一挂管治首长是表示讲，因身体较好，无啥状况，啊，不过有的局处长有人有淡薄仔状况，亲像有人过发烧请假。同时，首长陈文灿表示，伊家己的状况袂歹，伊认为无需要这疫苗噶。透早还未九点，台北市长郭文德赶要去开市政会议，昨才打注 A D 疫苗，敢有感觉身体无爽快？郭文德迄天暗时啊，就伫咧人面找铺文讲，伊无问题，嘛无发烧。面对媒体的探问，伊敢若有简单的回应。也没有说好不好，还可以上班呢。同款带头注疫苗，还佫有新北市长侯友宜参加中和分队的工程落成典礼，看着精神袂歹，伊比一个 OK 的手势，讲伊家己身体状况是无问题。昨天打完以后，还是继续打，到家也相信健康，那一切都很好。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讲，疫苗注了，伊无感觉任何的无爽快，精神嘛真好。不过其他注疫苗的局长甲处长情形都无啥共款。社会局长彭怀珍发烧请假，警察局长张宏源、环保局长陈鸿玉、建设局长陈台电是感觉无啥爽快，不过也有法度上班。绝大部分首长都反映说，他们有发烧、发冷，或者是酸痛，或者是很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我想我们的市民朋友哈，那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跟需要哈，来进行施打。我们是鼓励说哈，施打疫苗之后三天，要多休息、多喝水。那目前我是没有感觉到需要疫苗假，目前状况是蛮良好的。桃园市长陈文灿疫苗注了，是照常走十外个行程。伊讲，伊体温正常，嘛无头壳痛、发烧的现象。同齐做个局长甲处长，情形嘛拢是真好。伊希望注疫苗的普及率会当搁较悬，有搁较大个防护力，嘛相信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因为安尼无需要疫苗假。记者综合报道。讲要让这注疫苗速度会当较紧的进程，指挥中心有透放出来消息，就讲上紧这个月底，就当开放讲有出国需要的人会当家己开钱来做。啊，不过外界有哪在积极，国内公费疫苗主要就是要保护咱民众健康，那个伤钱安尼恐怕是无啥好。国内第一批固定 A G 新冠疫苗注射率不如预期，为赶紧做个速度，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之前释出信息，相信四月底就能开放有出国需求的人自费来做。目前正咧拟定收费项目甲介绍，按过即马到外界质疑，对比世界各国大部分用公费的做法，国内公费疫苗确实各向民众收钱，员工是被两赞不回。你对外国人去接种疫苗的时候，你可以让他收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用纳税人的钱去给纳税人接种疫苗，竟然还要叫纳税人付钱，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事情，这个犹如一条牛扒了两层皮。医所表示，确实政府将公费疫苗提出来做自费来做，可能有法律的争议，那假是要开放自费，也应该将其他品牌斗阵纳入，因为这是一种商业行为，应该交由厂商家己引进。尤其不少民众想要自费做，不一定是 A G 疫苗。
而且现在全球大部分的国家只要有经济能力，疫苗都是公费，会增加这个行政的业务。第二个呢，对民众来讲，公费的吸引力还是比较大一点的，如果要自费的话，要打的人可能会减少，所以效果会，我想效果会比较差。医师强调，除非个人是疫区转来，造成防疫负担，民众采检爱自费。因为伫传染病防治法五十八条有规定，主管机关对入出国境的人员爱实行检疫或者是措施，而且爱征收费用，有法官的背书。按各组疫苗都无同，主要是爱保护个人健康。那是个另外向有需求民众收钱，因公司吃老百姓狗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第五届这健保会委员的名单已经公布，因会来负责支付甲分配总预算将近8000亿的这健保费。啊，不过这今仔日有闹艺术团体开记者会批评，讲健保会委员差不多拢无是换汤无换药，无基层的医疗劳工代表底下，讲要改革，这是话给。换汤不换药，健保会拿翘。化口号抗议健保会无组织基层请薪，因为这种健保预算将近8000亿。上新的健保会委员名单进行公布，和民间艺术团体批评，入选的39位的健保会委员拢是假，而且基层的医疗劳工代表连一席拢无。如何改善血管医护老问题，根本是拍假球。没有第一线的医疗劳工进入健保会，那血汗劳工的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今天那些学者专家，他不是临床第一在服务的人，他根本没有切身之痛。对啊，他有时候提出来的政策非常天马行空。因为艺术团体也提出健保法修法草案，希望终止万年健保会，除了要求健保会所有会议应该开放旁听加媒体采访，专程公开透明，健保会委员也应该由行政院长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了后任命。而且健保会委员应该比较立委，每年做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所有的公开透明，包括财务的监督预算，尤其在台湾面临老人社会下，这个如何支出每一分钱，其实大家全民也都必须要进行监督。艺术团队强调，会请立委在立法院提出健保改革3.0草案，让全民健保真正被全民监督。按到到中道这个位置，卫福部拢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违规停车害死人，这是桃园观音发生一件，这妇人人骑摩托车无注意弄到伫路边违规临时停车的轿车，啊，怎啊倒跌头壳，啊，和后边大货车交过，当场过往去，两台车驾驶酒测带拢是零，啊，即马警方照着过失致死罪，将这两台车驾驶移送。监视器的画面，翕到12:09桃园观音区一个姓廖的妇人人骑摩托车，无细意去弄到停伫个路边的轿车，报道了后，煞去予西港乡的一只半拖的正链搞过。这个骑摩托车的妇人人是当场死亡。廖姓妇人不慎撞上路边违规停车自小客车，廖姓妇女倒地后，遭同向行驶的大货车右后轮拧过头部，当场死亡。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随赶去现场，发现这只轿车虽然停伫白线内底，不过也是属于违规停车，而且这只车还停伫消防栓的边啊。若有紧急的状况，恐惊会影响到救灾。遐若警方嘛针对货车，还佫有这只轿车的驾驶做酒精的测试，酒测台拢是零，目前依过是致死罪，把这两个驾驶移送侦办。详细肇事原因能待后续调查厘清。警方呼吁驾驶人应随时注意路况。机车骑士应避免与大车并行行驶。警方提醒民众，伫白线内底停车要是有违格，根据《道路交通规则》第111条的规定，汽车临时停车应该要伫车辆顺行的方向，尽量停我正面的路边，正面的前后链外口时，离正面的角度要60公分以内。要若伫12路口、甲公车牌啊10公尺以内，消防栓甲消防车出入口的5公尺以内，拢袂当临时停车。记者综合报道。在美国国旗系大旗所需欧大国今天的电都卡起来，阿大国今天有哪个开关监管盘中大起8点，创下这17,041点的历史新高。台积电盘中上悬起价613块，联发科诶起幅有哪有超过1%？分析师表示，即马大盘对着电子股回稳，而且今下刚落加量，应该会当延续。
多头趋势。来看到台北市去年的人口共减40,000多人，总人口已经无到260,000，创23年来的新低。台北市原是来批评讲，这是台北市政府无作为。啊，不过学者是分析，台北市商业化程度只会愈来愈明显，含隔壁的县市因为交通利便，所以人口会迁徙去隔壁。啊，不过商业的重点依然是伫个台北。台北市这几年连续几年人口负成长，台北市议员批评台北市府无作为，将人口红利开了了，出现脱八条。台北市民政局表示，主要是厝价太过高，因为房价的关系，所以人口开始减少。那新北市的福利政策也是跟台北市的福利政策已经不输台北市，所以大量会往这个新北市来移动了。根据台北市民政局统计，台北市去年全年流失人口差不多4.62万，创27年来上严重人口流失人数。其中，复兴镇行政区、一信义区6.3%上多，第二是艋舺区复兴镇6%，大同区5.6%。到今年1月为止，台北市人口数是259,735人，创23年来新低。啊，不过学者认为，这是台北市成做大都会区必然的现象。这是一个城市慢慢发展为一个大都会的一个过程呐，好，就是最市化，它不会，它也不会一直少下去啊。工作还是在这个地区吧。好，工作的话就是商业活动啊，商业活动、经济活动基本上就是有帮助，好，对整体的总体经济是有正面效益。另外，有学者认为，只要台北市商业发展无下降，目前台北市居住人口数对台北市发展影响不大。因为我们台湾的重要产业还是集中在北区啦，它外移的人口大部分可能都还是在台北市的邻近的地区嘛，桃园高铁站附近，你也是20分钟就可以到台北市，不管是我们的上班的地方，还是的这个消费，你还是随时可以回到台北。台湾烦恼人口数变少，所以相对减少，而且丢失的拢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口，是台北市真大精神。不过学者表示，福利、交通、厝价这因素会让台北市人口刷起，不过居住人数变少，并不代表工作、消费人数会变少。短期内台北市优势未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是宣示讲，2030年要成做双语国家。教育部嘛研究，为今年8月开始分三阶段来设高教双语的环境。初期因啊，即学术班、博士班有专英语教课，有10%，啊是学术班有5%，就当提出即补助的申请。十年前，从美国回来台湾，方元仪去文化大学法律系教书，为着栽培同学去国际法庭辩论，伊伫咧硕士班甲大学一年的国际公法用全英文教书。可能全班70个同学里面，大概只有5个同学他能够跟上就完全全英文。那有一部分同学是听不懂，那后面的同学可能就根本就很难去吸收这样子。大学部的学生拢得袂到程度。7-8年了后，方圆已改做新英文、国中文，但是学术班、卡细班英文程度嘛较好，其实是无虾米困难。那我们在跨领域里面，我们希望有一些是全英的课程。我也不觉得说任何一个课程都必须用英文来授课。文化大厦认为要推动全英文教册，要看学生的程度来分流，嘛未使着急。每一间大厦有家己的办法。伫咧高雄的中山大厦，2019确定要伫咧今年8月推动全英文教册10年的计划，透过增加外籍老师一挂配套，要让研究所上少爱开6门全英文的课程，大学部分的通识课程嘛用全英文教册。那我们目前每一年的通识教育全英文的上课有20-30个，今年9月进来的大一新生，我们就有电机系、跟机械系，还有化学系是全英文上课。因为教育部咧规划三个阶段来推动高教双语教育，那是全英文的课程有到一定的比例会有补助。定英耀讲会提出申请，期待更加多经费帮忙提升双语的环境，学生的竞争能力。记者邱新志明台北报道。有环保团体调查发现，讲七成啊，这海洋废弃物拢是含一寡食物甲饮食有关系。环保署有呾办了相关的关怀环境的设计比赛，第一名的作品是用凹纸的概念想出一款新的纸杯啊，会当减少这塑胶泡沫加这塑胶杯挂。遐
休困时间来一杯啊手摇的饮料，会当讲是咱生活中正日常的代志。啊，不过这的容器大部分拢是塑胶做的，顶端也有塑胶膜啊，也较挂，较会造成海洋甲环境的负担。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有大学生想到这个方法。利用一体成型的纸杯，然后减少了塑胶盖还有封口膜的浪费。是它的印刷是一体成型的，然后就是当我们制作饮料到把饮料制作碗倒进去之后，其实我们只需要轻轻这样一转的话，它就可以完全密封起来。它也可以用在那种外带餐盒上，也可以这样使用。顺着纸的凹痕一个撕一个，就当将纸杯啊封起来。想要插手讲，也是凹做棒米胖的饮料杯，完全是一体成型。简单的设计要改善饮料产业的缺失，这种的想法得到今年度环境关怀设计竞赛第一名。啊，不过环境问题唔那是塑胶制品的第一项，海洋废弃物玻璃笼这个处理也真使人头疼。运输的那个成本太高，所以就开发了一个那个现象解溶的设备，棉花糖溶成那个溶在水里面，变糖水运过来，那棉花糖95%以上的空气就飞掉了，就可以节省差不多80%的运费。将海洋废弃物玻璃网放入无毒有机溶剂来甲溶解，佮经由吹流的方式，将这个溶剂加 PS 材质、加杂质分类炼制，最后溶剂的95%会当重复使用，分解出来的 PS 材质佮会当做成再生的塑料，佮伫个设计竞赛当中得到第三名的好成绩。为1903年开始，环保署每两年举办一届设计竞赛，参加比赛作品为第一年513件到即马的919件报名，希望会当为各界的创意发想当中，找到改善环境新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这个正严重事故，卫福部有设立这个捐款小户，阿边呐来运用这个捐款的嘛，已经开了第一届的委员会，即马已经收买超过8亿。卫福部是强调过捐款专用，啊，捐款的时限期限是提早到4月15日就结束。泰鲁阁号事故造成49人不幸死亡，卫生福利部设立捐款小户，截至11日为止，各界的善心捐款有33,218笔，8,1410,000+。为了管理和监督捐款，卫生福利部组成捐款管理和监督委员会，处长李丽芬担任召集人，12日开头一遍委员会议，公布委员会成员包括着交通部、教育部、外交部、内政部这单位，也邀请5位社会公正人士，是不是有家属代表参加？外界我们正注意，一旦有推出去来的推举出来的话，我们就会赶快的聘请他们来担任我们的委员。啊，我有两位，我们有两个名额哈。李丽芬强调，捐款公开透明，捐款专用，运用范围针对着罹难者家属受伤的人，亲像提供辅助金、给因必要的支持、医疗补助这一部分，针对全民健保给付，也佮代替治疗以外，后续所需要的复健、复顾，拢会提供医疗协助。若是家庭因为事故无法度提供囡仔读册经费，我那会给因教育协助。捐款除了罹难者家属受伤的人，连现场看到旅客参加救灾民众，我那会给因心理抚慰金。23岁到45岁。好，其实占了一半，好，大概有25个人，好，那我们是从这个年龄来判断说，他有可能是家庭一个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好。目前的爱心捐款已经超过8亿1000万，委员会经过评估，初步规划认为捐款金额会当满足需求，捐款期限会提早到15日结束。李丽芬表示，委员会每礼拜都会开会，邀请12个县市代表参加，确保捐款会当确实用在需要帮助的民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咱台湾家己制作这运输舰，这玉山号今仔由这蔡英文总统到这台中高雄市来主持贺名甲贺岁典礼，现场状况要连线给记者韩莹。好，主播，那这一艘就是海军最新型的新型船坞运输舰，它的舷号是1401，并且是取名为玉山哦。海军表示说，希望取名玉山就是有不畏攀爬高山、不畏艰难的精神。那么总统蔡英文呢，稍早也到的高雄的台船亲自主持下水典礼。我们先来听一段蔡英文的最新访问。像今天新型两栖船坞运输舰，除了是海军第一艘万吨级的两栖运输舰，更是依据国防战巡需求而设计建造，可以说是我们国建国造的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相信有了这艘运输舰的加入，一定能够强化我们海军执行任务的能力，让我们的国防力量更加的坚实。
所以烧玉山军舰呢，长约150公尺，宽约20公尺哦，排水量是约10000吨。它具备这个平面级对空搜索雷达，并且配备这个防空飞弹及快报。那么它可以装载这个履带车辆，还有2机突击车。那平时是执行这个2栖作战演训。那么因应这个天然灾害，也可以来执行这个人道救援任务。那它更可以担任这个海上机动的野战医院。是咱多谢韩永元带来上新的消息。来看到国防部来证实讲，中国解放军总是派出25架次，而且军机交到台湾，创下一天上侪纪录。专家分析，主要是这美国罗斯福号，而且航空母舰和中国辽宁号，而且航空母舰的打击群，拢伫巴士海峡海域啊，推测这解放军应该是伫掩护某机被打击美国的航空母舰。国防部正式解放军十日派出25架次强基扰台，包含运班空警500、轰六 K、歼十加歼十六等机型，创大日上侪架次纪录。美国国务院表达关切，国呼吁北京停止施压台湾。有专家分析，因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和中国辽宁号航母打击群同时出现在巴士海峡海域，推测共军伫咧做海空掩护，武器打击美国航舰。这25架次的军机，它包括反潜、空中预警，还有海上打击，分布是在高空、中空跟低空层都会有，再跟辽宁舰做一个海空协同的打击的演练。苏志芬表示，空警500功能是弥补战斗群的对空监视能力不够，目前显示解放军的航舰战斗群依然爱靠化作战斗机掩护甲协同作战，属于有沿海地区投射能力的陆水海军。苏志芬也指出，在今年7月中共建党百年庆祝进程，为了强军会继续增加军演的频率，在美军进入台海相关区域时，阵用军机巡逻表达不满。数量已经改变了，要质变，它不但在西南空域，到东南空域，然后由变态一种个案变成一种常态的现象。F-16V 也构改了，已经要成立了一个连队，都有相当的大的一种战力，有必要在这一方面，我们空中也要有应对，不是只是广播驱离，也不是只仅是防空飞弹追踪监视而已。而有更进一步的这种更积极上的军事上的作为。张元廷认为，面对解放军的威胁，台湾空军应该在防空上有更加积极的应对，实施为了定损者强势手段，将抗衡强基的活动甲塑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讲要应用这晶片欠缺的危机，美国白宫来召开半导体供应链执行长视讯峰会，包括咧就咱台湾的台积电、Intel， 总共有19间公司来参与。拜登伫会中来讲，五万会当赶紧来杀美国晶片的产业，都是要提升竞争力。美国白宫十日中昼开半导体加供应链进行执行长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强调，针对半导体产业的研发加产能提升，美国不应该落在中国加世界其他国家后边。I've been saying for some time now,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not waiting, and there's no reason why Americans should wait.拜登在会中力推3月底提出2.3兆美金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晶片也是基础设施之一，会分配500亿美金，也强调已经收到参详2年65名跨党派议员来批，力挺美国晶片制作计划。美国在研发和制作方面继续落在后边，要加强竞争力。Chips like the one I have here, these chips, these wafers.Our batteries, broadband, it's all infrastructure. This is infrastructure. So look, we need to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of today, not repair the one of yesterday. 全球晶片欠缺主要原因是疫情，让远距工作和教学需求增加，大大带动电子终端产品的需求，包含家用游戏机、智慧型手机这些产品。另外，晶片欠缺也严重影响汽车产业。十日的会议除了拜登以外，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美国商务部长全部拢参加。企业方面，有台积电、三星、英特尔、通用、福特这些大公司也拢参加。专家指出，拜登无法度和大部分的亚洲晶片制造商，尤其是台湾，提供更加侪晶片和美国汽车业，暗个可能透过向亚洲晶片厂施压，佮提供税收奖励这方式，替美国提供关键零组件。英特尔十日已经承诺，
会拨出部分产能专做车用晶片，目标是伫六个月到九个月之内开始生产，希望能解决晶片欠款和美国汽车生产线停摆问题。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日本政府今日正式决定要将福岛核废水啊逃不了后排入海里。对这代志，咱的外交部有哪表达关切？有哪将这环保团体的这烦恼甲积极转给日本？依据民国103年，台湾跟日本之间有一个核能管制资讯交流备忘录，这样子的一个互惠的精神，及早将这个本案的研议的结果跟处理的方式要通知我方。此外，外交部我们之前也已经将我国环保团体的相关专家的相关的忧虑也转达给日方，并且要求日方要正视各界多元的意见。日本是拍算两年后要开始排放这核废水，美国国务院有哪表达支持日本这项决定？所以，敢会影响到咱这边开放到福岛核灾的食品？对这代志，外交部表示，咱的政府立场拢是同款，就是爱确保国人的这食品安全的重点之下来进行处理。来看电讯的消息，台东是咱台湾第三大这梅仔的产区，啊，不过今年结果的时间拄到这恐慌，雨水少，季船啊较细粒，只能用人工用手来办，啊，卡手嘛无够，成本怎啊悬？这地上乡的农会到底啥讲？这挽梅仔行程，顺续帮这农民来省一寡人工的开销。台东县梅仔即马长大出，地上乡40-50公顷的梅仔树结满果实。梅农讲，今年年初拄到一波煞一波的寒流，梅仔花开甲真好，授粉期阁拄到雨水落得少，结果率提高，农民预测产量会增加。不过伫结果期需要雨水，煞拄到天气大暑，雨水不足，果实多，但阁真细粒。比较小，因为没有雨水，哎呀，没有这梅子都很大粒的。农民讲，虽然果实细粒，但是袂影响到品质。只不过原本大粒果会当用竹篙来大量采果，即马煞因为果实变细粒，颠倒需要搁较侪人力手工来采果。农村的人口老化，挽梅仔工人歹找，可能增加挽梅仔人力成本。以前我们有梅子的加工厂，对，所以它的梅子的产量是很大。只是因为人口老化的问题，就变成说那些年纪大的他没办法再去采梅子。地上农会为了帮助农民节省成本，推出挽梅仔的旅游行程，让游客来梅仔园斗三共采果，体验梅仔为采收到成好的流程。游客算较欢喜，原来会当缓解挽梅仔人力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分林四湖三条仑海水浴场，去年底有来成立这分林国际这风吹冲泳学校，有哪通过认证？今年四月是正式来招生，有哪结合当地学校来设这海洋教育中心，主要就是要打造这观光园区，买当来设地方的创新。来到四湖三条仑的海域。外海沙洲和岸边形成一处风力稳定而且变水的区域，相当适合练习风吹的冲海泳。加上风场条件，一年至少250天有风。文管府去年底直接成立国际风吹的冲海泳学校，现在将招生培训教练生源来推广。那我们未来三条轮就是打算以这样的一个海洋的探索、跟海洋教育、跟水上安全教育作为创生的主题。那我们也希望疫情结束之后，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个国际的一些喜爱风筝冲浪的一些年轻人呢，来到云林三条轮这地方。文管府计划处表示，为四月份开始，国际风吹冲海泳的学校正式来招生，目前已经有不少人报名来体验。管府嘛在四湖乡三轮国小。设立海洋的教育中心，要提供免费的水上安全教育训练，让囡仔会当安全亲近海洋。那个鼎湖国小、三间国小的暑假的水域安全教育活动，已经编排在七月份，4天的，游泳池课程，1天的水那个开放水域课程。各位处得讲，四湖乡为在云林沿海，过去以传统的渔业为主，现在要加入地方创新，希望以风吹冲海泳。牵挂一个国内外爱好者来甲四湖休闲，未来雕像打造一处具休闲、宗教、渔业和教育的观光园区，希望带来更多人潮来甲遮。记者吴念报道。
最近有民众伫台中捕风，阿达埔水圳来发现讲有一种叫做大号手的瓜拉鱼，啊，因的色彩甲条纹是真香，啊，有哪有观赏价值？主本公司予人饲伫个水族馆的观赏鱼，起码煞出现伫咱台湾的溪流，啊，烦恼讲咱的环境生态会予因破坏，起码研究人员正在调查甲防治。从甲巴中行伫准教边，清华大学詹正贤教授的研究团队来到台中雾峰阿达雾准，要来调查一种新兴的外来种。这种外观看起来真像鱼白鼠的异形鱼，上介大的差别就是刚个大只了后会发真侪只手，所以予人叫做大胡子异形。我们以丰盈桥河川的一个河段100公尺左右，全部抓到了大概约90几只左右的鱼类，其中有51只是大胡子异形。烦恼上目的异形鱼会影响原来物种的生存，研究人员受到渔业署的委托进行移除。但是，这来自南美洲的观赏鱼是安怎会出现在野外环境里？大胡子异形，照理来讲，这个品种也不容易在台湾的河川当中生活下来。那可是因为它已经累代在繁殖场。一代一代培育下来，它已经非常适应台湾的水质，原种跟白子同时被发现，很有可能会是民众弃置的，比较有机会。为了满足咱人饲养的欲望，各种各样的观赏鱼进口来台湾。按国际的物种，往往是咱对伊的生存环境无熟悉，若做一旦弃养，效果就无法度预料。其中上界严重的案例就是鱼白鼠。琵琶鼠它已经入侵到全台湾，导致现在全台湾基本上大大小小的河川都很容易找到琵琶鼠。那我们也担心说，当大胡子异形当这个物种入侵到台湾的场地，这个物种会不会变成第二个琵琶鼠？为了避免走上鱼白鼠未赴伊毒的命运，即马即种大胡子异形分布还佫伫一定的范围内，必须爱量早封闭，最好因应，才袂愈传愈侪。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共有一座180年历史的工厂发生大火烧，上部已经造成一个消防人员过往甲两个人重伤。火一直自建筑物内面呛出来，俄罗斯第二大城圣彼得堡的天顶规片拢是乌烟。消防单位出动350位消防员来拍火，不过因为风正透，增加拍火困难。火强要烧到工厂外口的树下，附近的社区40个人被撤离，大火面积扩大到1万平方公尺，厂房的厝顶有正侪所在拢已经崩起。这间有180年历史的工厂，也是政府2000年列作文化遗产的重要地标。所在是伫个涅瓦河边，建筑的历史会当追溯到1841年，不是19世纪俄罗斯上大的纺织工厂。地方的媒体报道，这间工厂是英国公民所谈，家己几落个后生伫个遮成立。这间公司的产品，不敌1900年伫巴黎世界博览会得到最高荣誉奖。苏联时期受政府援助，1992年私有化。这几年工厂有部分区域依然伫咧制作纺织品，其他的区域是出租做办公空间，或者是藏伫咧远。大火原因还搁伫咧调查。根据俄罗斯的官方通信社塔斯社报道，这间工厂3月16日做消防安检的时阵，被查到9项违规，包括自动喷水系统、火警系统加白烟装置拢无及格。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到第74届这個英国影艺行业电影奖颁奖，嘛因为风格拢用这哇弯曲是新方式来颁奖。华裔查某导演赵婷的《幽默人生》，这届有哪第一家摕到4项大奖。啊，咱台湾出身的导演李安摕到终身成就奖。啊，颁奖的尹彦霖、萧格兰对到李安一部分的小解是讲了真趣味。第74届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的终身成就奖颁予台湾大美国的大导演李安。主办单位安排李安进军国际影坛的头一部作品，所合作的出名演员萧格兰担任颁奖的引言人。讲话以新鲜趣味、国家老师真出名的萧格兰，个人完全无予观众失望。Now before we start, BAFTA's classiest award goes to arguably world cinema's classiest filmmaker, as well as, and I can testify to this.One of its classiest individuals, the great Ang Lee. His career has been almost preposterously successful.
If you are one of those people like me who likes to look up your rivals and contemporaries on Rotten Tomatoes and rejoice in their splats, you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with Aang because his page is just a sea of red.现年66岁李安是伫任天堂王牌设计师宫本茂甲日本游戏制造人小岛秀夫了后，第三位得到这项荣誉的亚洲人，原来是华人影坛的头一个。England has been particularly good to me in my career. Like Britain was the only market where the Iceland made any money, and of course Sense and Sensibility, which was like a second film school for me, I could only communicate in short sentences. The comment I gave the actors.Were very concise, direct, and honest. The cast was competing to see who would get the most rude remark from me. 亚洲电影界过去这一年在国际各大影展表现真好。在美国金球奖了后，华裔女导演赵婷的作品《游牧人生》又搁在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摕到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又搁最佳摄影四大奖，是这届提奖上座。另外，南韩的国民阿妈尹汝贞以美国电影《梦想之地》摕到37座国际大奖了后，又搁摕到一座英国的奖杯。Every award is meaningful, but this one.Especially recognized by British people, known as very snobbish people, and they approve me as a good actor. So I'm very, very privileged and happy.今年83岁的英国驻签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在27年后，在这届电影《父亲》扮演失智的患者，真正的演技摕到最佳男主角奖，是贝弗塔历史上上侪回影帝。因为防疫理由，今年所有奖项拢以视讯的方式颁发，并且分作两天来公布着得奖的名单。70颁发技术类的奖项，11颁发主要的奖项。礼拜的典礼除了讲有音乐表演以外，节目一个开始特别向过身无外久的爱丁堡。工作地景，菲利普亲王1959年至1966年中间是贝弗塔头一位主席，甲演艺行业有真深的关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接下来关心的是泰鲁阁火车的事故，因为伤亡真严重，台铁局就针对着负责承包这台铁北回线的工程的当心应做，申请改口啊一定得到批准。啊，不过这个当心应做，予人改口啊，讲有哪相对影响着因有伫这花莲县承包的工程，讲总共有10几项，即马花莲县政府嘛当地研究看安尼变哪来解脱。为了理清4月7日德鲁古自强号事故，立即上甲较好个证词，华联地检署早起阁一届召提两个人去证实，检察官嘛请法律辅助律师来到三工。那大概今天特别是什么？说是他开的。待会开完再说。他有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吗？没有，好，谢谢。承包这个工程的东西应做，因为去予法院查封财产，下底12件工程全部拢发动点，其中去到一半的水港公路，在地民众是上界烦恼，唔知影这个唯一一条对外的车路是要修理到几当时。现在就没有人来处理那些路段，那假如说真的发生什么意外。那这谁要去负责？当大门亚奇亚进前发生火灾的所在，中间的工程嘛动点，这当然知影承包商就是东兴营造，是拢惊一条。这个也是东兴的，啊完了完了完了！那对这边的商家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啦、啊，像这样没有完成，做到一半的话，那怎么办？花莲管护表示，东兴营造最近3年拢总有12件标案，初步清查会当分做当地的时间，已经完工还袂验收，还佫有标着还袂开工3种。虽然工程动点，因为有拍契约，袂当凊彩找其他的厂商来替手。目前当地研究要安怎处理？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施工下去的话，我们一定要找其他的厂商。那找一些我们府内的采购单位，还有这个法制单位、法律顾问哦，要研究一下。那依契约，那依相关的采购法的规定，我们后续要做什么样的处理？根据管府的资料，位置从2013年到今，东兴营造标到的工程，拢总有15亿9000万，占整体的8%，包括1939管道、挂宽道第一工程、太平洋倒花立网的计划、太巴人祭拜大亭、部落亚站等等，拢是东兴营造标到的。目前银行计扣的金额是8.2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下晡的天气。在北部地区，今日有落雨机会，温度是23度到30度。来看到这中部地区，温度是26度到31度。
来看到南部地区温度是26度到32度。在南部地区，宜兰、花莲有落雨机会，温度是23度到28度。外岛的这朋友圈妈祖温度是15度到28度。以上是今天的重大新闻，新闻最后来看这徛湖夜风，安再会。